那么这边来看一下 XR 对阵加的第三局上半场，红教堂阿福搬掉了先知佣兵加前锋啊，这边没有拿祭司，反而是陈仔补了一手冒险家，这套阵容修的是真的快。抓机械的话，只要这个娃不倒，我觉得这一把红夫人就很难赢。他要打的一个节奏要很快，非常非常快，上来第一个刷点的就是蓝胖子的机械师，这个点位，哎，娃娃蹲下，人往前走，红夫人这边能看见这个娃吗？好像没有看见，哎，有没有小红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注意到，哎，看见了，好的，一刀打娃，镜像一头，机械师这边会不会被打一刀？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有点远，镜像可能一下子够不到，这边拉一个远，这个镜像有点远了。拉过来到脸上，这个镜像不能开一刀也行吧，反正实体刀能打上的话，下一个镜像 CD 抬走这边的戒师，节奏算是一个红夫人能保平的节奏，但是想要争胜的话还有点难啊。打一刀，然后哎被卡了一下，这边翻一个窗，五秒钟以后有下一个镜像，这个镜像卡住一台，哎，镜像一台，哦，阿福这边选择求稳翻进去，省得自己被位置卡住也行，差不多了。这他是想要交闪吗？想要交闪也行，这个闪没什么太大必要啊，刚才这个镜像一抬这戒师就倒了，拉在这个地方不交镜像不好吧，这镜像早交这戒师早没了，还没打到蓝胖子，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刚才那个窗口呢，你有一说一啊，正常交镜像这个戒师也倒了，他是怕戒师有一个翻窗加速拉开这样一个镜像范围，那你说翻进来以后其实就可以交镜像了，这边把人挂回去，知道娃娃在附近还行吧，是一个人倒娃倒的一个节奏点，但毕竟外面的一个电机修的比较快，这边来一刀倒地，想防一手抽刀，守墓人这边来救一个镜像过来，守墓人提前交铲一刀能打中吗？打中了，打中的话这边转个镜像，镜像再打打不到了，好，这边救下来，镜像还没结束，能不能打一波双倒，打一波双倒漂亮，闪现一刀击倒机械师，这一把阿福有机会能保平争胜，说话要谨慎，我这个人非常的专业，我不会乱讲，好吧，闪现一刀挂上这个机械师，这边双倒，外面三台电机点掉，差两台必须要有人来救，我觉得穷者如果想保平的话可以选择不救，这个机械师不要了，赶紧修电机，对吧，一个人修调师不怕你镜像，我有香水顶着，手冒险家赶紧挖输液，守墓人叫自己，应该守墓人先自摸，然后待会儿看吧有没有队友摸，感觉要叫自己了，哎，这边看见了这边承载的冒险家，那没办法了，这条是必须要来救人了，不会再一刀打到吧，打没打到，没打到，通缉到了守墓人，这里条是来救人，香水放出来，等等等，阿福这边这把红夫人打得非常的好，先打一刀救下来，打一刀调香师也可以啊，反正电机不够，不过求稳的话我觉得先把这戒师挂飞了保平争胜吧，不要急，哎，这里再找找机械师，香水回机械师的位置，机械师的位置，守墓人开始补菜电机，开始保，要保的话有点难呐、啊。一刀先打到的是调香师，这个镜像结束以后再跟切过来挂调香，那要往回挂，要挂到电机那边去才行，对，守墓人叫自己的，但是啊，有一说一，这样的话外面这个冒险家他修的还是比较快的，通缉到的是机械师，通缉到的是机械师，传送是拖出来了，这边最好镜像一个头把这个守墓人给带走，机械师的位置是看见的，对吧，冒险家这边半血也不敢过来，一个镜像头，守墓人要交铲，这个铲子怎么说切过来，阿福很拼，因为我有传送，这边冒险家是把人救下来，机械师这边被通缉到，看到机械师在翻箱子上挂飞的机械师，这里找守墓人，阿福这把打的说实话还是蛮拼的，那这里要镜像再投，他要把这个守墓人挂地下室吗，有传送的，有传送的，但是这样的一个连续灌挂其实对于红夫人来讲节奏并不算特别的好，他这边挂上人以后看通缉到的谁，通缉到的是一个冒险家，直接传送冒险家
这边镜像台冒险家要倒，但是调香师这里可以把人救下来。调香师一瓶香水，祭业师一瓶香水，如果救下来以后血线慢慢的补，求生者还有机会。祭业师这边也把薄命用掉了，求生者这边应该有的薄命全部用完了。现在有一个人在修机，两个人，哎，这边排一下，阿福要注意啊，这边的一号机马克克在修，64%了。镜像台，这个镜像稍微短了一点点。打倒了，打倒以后要注意的是这台电机快要修完了，阿福这边没有去管电机，他没有去管电机，机械师这个身位可以压过来的，电机已经好了，阿福好像这阿福这边没看见这个人，一刀打40秒才有传送，电机点亮，这人能救下来吗？放一个香水，一刀香水没回，香水回了，好的，一刀挂飞蓝胖子，然后再一个镜像来找这边的承载，承载其实可以缩小防镜像，通缉到守墓人。阿福20秒才有下一个传送。哎呦，这个局其实刚才挂飞机械师，我觉得他更有机会去争一个三啊。现在的话不好说，因为这边守墓人是没有，哎，这边一刀能打中啊，漂亮哇！那这样的话又有了这个神机镜像，又打到了一些东西。调香师可挂，这调香师可挂，挂上以后守住一边的门，手上面你有传送，还有机会。看一下怎么说，镜像6秒钟，镜像6秒钟，他可以镜像去管门的，对，这个镜像往前抬。然后拉回去，台耳鸣，这个冒险家能打中吗？打不中也没关系，管住门。因为这边有耳鸣了，那阿福知道这边有一个人是守墓人，这守墓人没有任何的道具，手上面也有传送，如果击倒这个守墓人再回身过去管门的话，甚至有机会能打一个4。找不到门开了，冒险家走了。地窖在哪里？地窖在4号机，耳鸣消了。阿福现在哎炸点了，镜像先抬，切过去到脸上有传送，走不了，三抓。哦，这一局的这个红夫人打的是真的，不会待会砸个板子然后跑了吧？阿福等镜像好吧，阿福，福妹，稳住，我等镜像，对，我就是个抽刀机器人，来，诬陷抽刀，下一个镜像好，你不倒，千万别过板。对，就抽刀，好的。那这把三抓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，真的看得我这好紧张啊。阿福这把中期是打得非常的好，但是打到后面稍微的有一点点节奏被穷者给拖垮了，就把电机给拖出来，他没有去管调生台电机是很可惜的。如果调生台电机其实他镜像不要去管那个守门，那个镜像去把这个调试打倒的话，这把赢的一个面会更大一点。